下。什么东西啊？为什么你会有那个奇怪的叫声？哇呜哇呜哇呜是什么鬼？Hello， 各位观众，大家好，欢迎来到我们今天的小游戏实况。今天呢，我们要跟小燕、喜天还有皮弟四个人呢，一起来玩一款已经过圣诞节叮叮当的游戏。但是我们还是要继续玩的圣诞应景游戏。那这款游戏它其实有点像吃鸡啊，你们玩过吗？应该玩过吃鸡啊？没有，没吃过鸡。吃过，吃过。它就算大逃杀吃鸡，我们在这一款圣诞节圣诞老人也可以吃鸡。好啦。来了，对，我们现在已经四个人都在这个场上了。我告诉你们，圣诞老人已经死，看他悬崖了没有？没有。圣诞老人死了，我们就是要成为最后一个新的圣诞老人。只要我们能够站到最后，就是新的圣诞老人，可以独吞所有的礼物。是我的假蛋老人，我才是圣诞老人啊，我是蓝蛋老人啊。然后那个火上面呢，就是可以拿那个空投物，他有空投可以捡。哎，我的，我要死了，吃我一剑。哎，我死了！啊，白痴！菜！我跟你讲，大逃杀你没玩过吗？就是要跪到最后面啊！哦，来哟、哦！哎呦，哎呀哟、哎！你这个坏小孩，你也没有礼物！啊！啊！没事，我有个假动作，让你以为我要踩。哎呦，我也有，救人哦！我靠，你们太可怕了吧！哎呦，危险哦！哎呦，小叶好凶，炸死你们这群王八蛋！炸死你们这群王八蛋！小燕下来哦，下来，下来，我不能转视角啦！哎呦，你要下来！为什么射不到他、啊？你射到迷路了，都血了，迷路了。Winner，Winner，Chicken Dinner，Yeah！ 残血逆转，跑！先打他，先打他，快点！哇，有武器，好可怕、啊！来，射屁！我要捡这个，我要捡、這個。麋鹿是我的，麋鹿是我的，不洗澡了。麋鹿，快跑、啊！喜剧天王，哇，好痛！喜剧天王，哎呦，哎呦，不行，麋鹿不行，麋鹿不行，砍死一个啊！差点掉下去，在这里。我靠！你怎么可以这样对我？谁来投射我？在哪里？他在哪？他在塔上。你们创意啊，换个位置好不好？你们这些邪恶老公公，邪恶老公公，你要不要换个位置啊？麋鹿掉下来，麋鹿掉下来了，快点去骑麋鹿，骑麋鹿，从天而降的掌法，来啊，骑麋鹿来啊！我看你的麋鹿。你是骑不动啦，太胖了，要减肥了，麋鹿都快要来抗议了啦，抗议！啊靠！靠！味道，太扯！我靠，好可怕！啊啊！啊啊嗯，哎呦，躲！来啊，躲啊！走位，走位。走位！啊！喜天吃鸡了！地球上的小朋友们有福了，因为我是圣诞老公公。你是假老人！有了！还想捡啊？我的！哎呀，你的，送你！到底是谁？你想踩是不是啊？喜天想跑，飞喽！哎靠！我飞出去啊！呜呼！靠！还想砍我？啊！自摔！你在射？哈哈！这两只在干嘛？
道他干嘛吗？不知道司机这么发呆。色屁。我有这个我就是神了，中吗？中吗？我跟你讲，神气呀！啊！可恶！跳跃之机吧！跳跃之机！跳跃之机！有人躲在树后面偷色啦！哎，皮皮不要这样子，皮皮不要赶尽杀绝！先抓那个啦，抓那个！好可怕，好可怕，好可怕！包是我打架是不是啊？打架，打架！空手王者，总算换我有迷路了。哇、哦，好痛啊！菜啊！啊，不是香菜！你的迷路死了，其他鼻涕我好说，对啊，对啊。哎呦！哈哈！你下拳头会打死人！哦哦哦！嗯，哎呦！想占我！哎呀！你迷路了！冲撞来啊！你知道为什么迷路的鹿茸上面会红色的吗？因为沾满了鲜血啊！鲜血啊！鲜血啊！啊，来啊！不要躲上面啊！来啊！来啊！武士刀对砍啊！哈哈哈哈哈哈！耶耶哦！四次吃鸡，四鸡鸡！我们打那个，打那个，我们打路人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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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打路人！打打，大家给他鞠躬，大家给他鞠躬！他摇头哎！他摇头，他摇头！快打打打！欢迎欢迎，说打他在等空投，贱人两个，回来你们这里贱哎！靠！好好好！哦吼吼！哦吼吼！来搞老婆！哦吼危险了！哎呦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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！小孩在干嘛？小孩在干嘛？好慢哦，这头子。来啊！哎，路人卡住了，他卡在树上。哎，我们刚刚是最后的夺，最后的决斗，哎。竟然！竟然！哥，好贱哦！还要，好丑！哎呦！飞机没路退了，射他射他射他，他怪揍你，他怪揍你了。哎，睡哦睡哦，还一下还一下，最后一下，小燕好准哦。我来我来，有了，撞他上他，哦，转滑鼠转滑鼠转滑鼠，呜呼呜呼耶，呜呼呜呼，快点，第一名不能让给别人，哎靠，打我。打他小打打打打小张打打！我跟你讲，我是转播，我是转播视角。打啊！弟弟，哇！砍他！小张，小张，我们来，我们来看小叶，小叶死掉了吗？哎呦，确实，快捡，快捡，快捡！哇，小叶干了。他撞到你呀、啊！他技术没那么好，他技术没那么好。我们就陆陆相争。好，陆相撞，陆相撞。我陆陆相争是什么、啊？我是什么？武士刀，武士刀对砍，武士刀对砍。末代武士，末代圣诞武士，他就拜拜。没有，这个是基本礼，知道吗？鞠躬，对对，见到见到，来来来来来，别对峙了，快砍啊！来打打。哎呦！第一名让给别人。啊！可恶！哇，还会跳哎、欸！哇，好危险！我没办法打我自己人，自己人，自己人，自己人！
自己人这种事情啊，自己人自己人，是鸡是我的了。哎呦，危险哦！我没武器，我手无寸铁，我手无寸铁。哇！好啦 ，OK 啦，那我们今天这款游戏就先玩到这边啦。那在最后呢，我们就一起跳跳这个山好啦，来跟我一起走，跟我一起走，这里这里这里，这里不要打不要打不要打，一二三一起跳，一二三一跳，二三三跳，在骗在骗啦在骗啦，你们这些骗子，好啦。那么如果喜欢这款游戏的话，可以在下面按个喜欢，或者说呢，你觉得有什么更好玩的类似像这种吃鸡游戏呢，也可以分享给我们知道哦。那我是老皮，几天，小恩皮弟，那我们下次再见喽。好，拜拜拜拜，快小恩买礼物。